我是范世琦，今年21岁，来自于吉林台省。我从来没有学过唱歌，唱歌都是自己琢磨的一些野路子。我觉得在这里特别像是一个学校，特别想感谢的是陈秀珠老师。印象最深应该是上次被陈秀珠老师打了。没错，没背齐的，待会儿一个一个来。我觉得这么大了还被人打是一件挺丢人的事情，现在说都有点想笑。我认为打是亲，骂是爱，证明陈秀珠老师非常喜欢我，有人这样教我管着我，我觉得其实还蛮幸福的。我想留下来，因为我还没有学够。我是范世琦，听我。有请范世琦带来勾勾林俊杰的夜嘎翅膀。同样的机场，不同世界，同样的咖啡，不同味觉，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。看飞机划过天空，不见了。有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懂这不是伤悲，再高都不会累，我们都说好了。有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感觉已够安慰，乌云也不再多，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。看一看回忆，是云朵一朵朵的飘过，若想要回头就无法翱翔。用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懂这不是伤悲，再高都不会累，我们都说好了。用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感觉